队服。嘿，兄弟们，快来，我们的队服做好了。哦，不要不要不要！啊，不用说，我穿上肯定超帅的。想啥呢？丑比穿上不还是丑比？可靠的海绵宝宝。大完蛋，警察来了！快快快，把我藏起来，海绵宝宝。别担心，皮老板，有我在，你是绝对跑不了的。螃蟹免费。一共是20.75块，先生。等等，你之前不是说螃蟹能免费吗？是的呢，先生，但我是骗你的。干，好家伙，好事。早啊，海绵宝宝，今天有什么好事发生吗？有啊，蟹老板，我刚刚在你的保险柜里借到了1块钱。完蛋。海绵宝宝，你得赶紧把车停下来，不然冰淇淋就要完蛋了。好好的，跑步老师，我这就踩油门。海绵宝宝的驾驶执照。海绵宝宝，请看，这就是你的驾驶执照。真不敢相信，我居然通过了驾驶考试。没有，你并没有通过驾驶考试。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那还用说吗？等你是玩弄你呢。我你妈的，不是。啊，蟹老板，快出来，整个出事了。怎么整个出事了？那就两个出呗。哦，好的。抢客了。哇，蟹老板，你看我们的客人都被抢走了耶。没关系，海绵宝宝，我们可以报警抢回来。好的，本期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